什么鬼？狼队？怎么办？这样子吗？这样子吗？糟糕！哦，所以你们要调兵一下，各位观众，记得要去征兵啊！该休整哦，该休整。啊，然后加，因为战我先给嘛吼，你得用各魂魄加点数诶。分布一下点数哈，然后完成。哦哟，这任务真的会让我生气。啊！战力不够怎么办啊？对，我要继续在那边弄怪吗？嗯，对，等一下，那为什么 ？Oh my gosh， 那怎么办啊？又打不打的？嗯，凭什么？应该是兵不足吧，我觉得。那现在怎么办？懂了，先生珠宝吧。哦，所以珠宝是以丰收，是不是？哦，我觉得玩到最后就会发现组成比较重要。没人说啊，怪是巨人。巨人的话，伊嘛是像恁看重点，重点就是技能嘛。限制。巨人隔离分的部分，该帅啊。这些也是不错啦。分隔离，分离二，分离二。